在路过城的这座下舞台顶，开始一场的赛程激烈竞赛咯。这来自原来十队的赛程，甲五队的固定，将着国庆历史隧道来拼冠军。咱这个传统的艺术文化一直没落去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当初咱赖总会长啊上台时，伊就一个心愿，我要将咱这个传统文化一乡一特色哦来给凸显出来安尼。这场的龙情蜜意比赛，由中华民国妇联东乡总会出钱出来来举办的。总会秘书蔡庆辉表示，将要选出前三名来台北，搁再进行一场的比赛。啊，优秀哈，前三名哈，啊，咱明年都择日哈到台北那边再做一次的比赛哦，所以把我们一定同乡文化的特色哈啊行销出去。这对地方文化推广相当尽力，欢迎东阳会看到因的付出，文化处副处长杨胜辉表示非常的感谢，也希望透过比赛进行，会当真正将咱传统的技艺文化来传承落去。现在是希望开始导向是一个传统文化资产保存的这个方向，所以未来这一些技术或者是这些他们演出的这些步伐，我们都希望是变成一个文化资产的指定的方向，所以也希望让他们能够更具有传承跟文化的意义。这场的技艺比赛嘛，吸引真侪人到场观赏，嘛，让大家看到婚姻家庭发展的未来。记者真心常报道。